两年来打响十营这个活动呢，可以说打造了许多金牌的司仪主持人、广告行人。今年呢是第三年，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？今年打响十人营的主题呢就叫做决战好歌声，也就是说要选出这个擂台上的霸主了。没错了，那么在擂台上呢将会有十个好的声音出现。哎，纠正你一下先，今年啊刚好赶上我们新时代电视迈向辉煌20年，所以呢今年要选出20位朋友，会分成两组。那么这个标清组呢，也就是主要是80年后出生的。那么精英组呢就是80年前出生的了。没错呢，这两个组呢分别会有十个好声音来决战好声音霸主。那么擂台战正式会在9月10号开始，所以喜欢唱歌的朋友就要抓紧时间报名喽。打响十人营之决战好歌声现已接受报名，查询报名详情请到大会网站、官方 Facebook 及微博，截止报名日期7月10日。